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梅窝的银矿湾，除了有我们两个试玩专员之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嘉宾，就是他，就是他波波。波波就说很想试试香港的特色酒店，那不如我们都带他一起来玩。好，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带宠物入银矿湾，水路就最方便了。上船位置在中环六号码头，每个小时有两班船，不过宠物就只限坐慢船啦。航班不多，记得上网看定时间表啦。出了梅窝码头，向右行八分钟就到银矿湾酒店。沿途还有很多补给站、餐厅、大排档和士多添。酒店对正银矿湾沙滩，蓝天白云，水清沙幼，最适合同波波来散步啊。宠物友善房间有专属楼层，还有门牌识别的。宠物友善房间位于地下的楼层，楼底够高，地方又够阔落。咁咧呢间话明系宠物友善嘅酒店喎，咁所以咧佢亦都会有适合宠物住嘅房间啦。而宠物房间里面咧亦都好贴心地咧安排咗一啲咧嘅用品咧俾我哋波波用噶。系啊，咁酒店呢一方面咧亦都非常之贴心喎。咁我哋见到啦，会有狗厕所啦，狗嘅食物盒啦，另外亦都水樽啊，例如玩具啊等等呢啲都会有。咁如果我哋带完宠物咧出去沙滩嗰度玩完之后要冲身咧，亦都有毛巾供应喎，咁非常之方便贴心。波波，你满唔满意啊？啱啱用啊！支装水、咖啡茶包、热水煲、风筒，样样齐备。其他房间设备都算齐全。虽然浴室只是基本版，但是胜在够宽敞，方便同主子冲翻个靓凉。宠物友善房间仲有双床房型俾你拣。跟我去参观下一楼的标准房间啦，空间感十足，个 feel 仲好开扬添。浴室基本设施比宠物房小少少，其他设备都齐全。放低行李是时候去玩啦！套票包三选一特别活动，天气咁好，轻松啲，一于去学下射箭啦。俾你一箭中的是有啲天分喎，带住波波踩单车游翻转梅窝又点睇啊？如果识游水嘅可以玩独木舟、直立板，唔识唔紧要，酒店有安排专人指导噶。呢度有沙滩，仲有泳池，记得带泳衣嚟啦。夜晚食饱饭嚟打翻波机都唔错喎，免费噶。食完早餐又可以去康乐室玩下 hea 下。或者去迷你健身室玩下都得，桑拿房、蒸汽浴室都有喎。酒店仲有 SPA 服务，收费仲好亲民添。玩到攰攰地，事后主子叹个 high tea 先，填饱个肚继续再玩过。酒店前嘅草皮地，小孩无孩都一样玩得好开心啊！行埋呢边呢个香草乐园先，主子过埋嚟呢边打卡啦。日落前行沙滩好舒服啊，有几好可以对住个咁靓嘅沙滩 BBQ 先。烧烤食物任拣任食，仲有人帮手起炉执嘢，有鱼有肉，仲有蔬菜，唔系豪华，但系都好满意。烧鸡全翼真系好考技巧噶，加啲蜜糖就最野味啦。套票包嘅晚餐仲可以叹住冷气喺室内慢慢叹，中西美食任你拣，咁就唔怕热气啦。波波主子份大餐，酒店已经准备好啦。咁多嘢玩嘅宠物友善 staycation， 究竟可以喺边度订到呢？好简单啫，上我哋永安旅游 Apps 就可以噶啦。如果想看更多关于旅游的片段呢，那就记住订阅我们永安旅游的 channel 啦。拜拜。